3米高的渔网啊。很好下，我们用的这一款啊是不锈钢四个螺旋桨的拉网船啊，看一下这个动力。这个渔网的话是3米高啊，渔网的重的话是6斤多重啊。好，老铁们看一下这3米高的渔网哈，才1分20秒。拉完之后呢，一键解钩，脱网。好，下完渔网之后接着拉第二副就可以了。好。